几点啦？谁会出来帮你弄电脑？哼哼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可不一定是出来弄电脑哦。那不然出来干嘛？猜啊！辣妹寻找电脑工程师。 18岁，165公分，34D， 辣妹寻找电脑工程师，等你回应哟。一定不会有人回啊！你都等一个晚上了。喂。 18岁，165公分，34D， 这很抢手吧？如果，不是说如果啦。如果有人回应，你会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就要把签名拿下来啊。如果他不会拿呢？不会拿，就再找另外一个人嘛。 如果另外一个人也不会拿呢？也再找另外一个人啊，这种人会吧？如果他拿下来了呢？拿下来不就好了吗？如果他拿下来以后呢？拿下来以后就没有证据啦。哎呦，大不了就跟学校道歉嘛。 说是我贴的啦，不然说劳恩斯也可以啊。要担心啦，不过他把生命稿拿下来了，你会跟他上床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啊，你要看他长得帅不帅，反正玩电脑的，长得很像恐龙，当然还是要有钱啦，最好顺便援交喽。 可以把生命稿拿下来，长得帅又有钱，很好笑吗？我看你在做梦。我做梦？很好笑哈，谢谢。很好笑是不是？啊？我在帮你耶。做梦。 做梦，这会不会太莫名其妙一点啊？啊？奇怪，很好笑哈、啊。哎，还蛮多人回的啊。不是我来做梦吗？哎，赶快挑一个啦。看一下哦，铁男，铁男好不好？ 他说180，30岁，180只有170，不要太矮。那我看那个，哎，这好像还不错哎。哥哥，25岁工程师，这怎么样？ 闲逛，他说没关系哦。
住他同学家，不接他的课，要不要先回家睡了？真的先回家了。没关系啊，欢迎等。而且我不知道那哥哥是不是真的修电脑。刚不在网上说很清楚吗？不会有事啦。说不定他是骗人的啊。拜托，所以你要亲眼看他把身份稿拿下来才放心吗？对。可是你这样子跟着我，人家不敢出来啦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哥哥约会又不是青少年搞三 P， 你这样就跟着我，人家怎么敢出来？啊？回家了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啊你，回家。间电脑厂，上车吧。你真的会上网弄骇客那些的吗？当然了，我骇客任务都看过好几遍了。我家里有三集的 DVD， 上车吧。哎，可是你看起来不像二十多岁啊，不是有人说你二十多岁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不是说你一百八十公分吗？看起来没那么高啊，你是李文壮180公分，你有很帅吗？还好吧。没事啊。我看你没有很帅啊。到底在干什么？帅吗？哪里？哪里啊？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你干嘛？他说谎好不好？白痴啊，先生。他根本不像李文壮，你要上车。至少让他试试看啊，他如果真的会用电脑呢？不要弄电脑了，我才不管什么生命跳到网上面。你很奇怪耶，你刚刚不是说我会害死你，会害你被抓去关吗？反正不要弄了，我才不要你和什么陌生男人上床弄电脑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。不要我和陌生男人上床。你都听到还问？小朋友，吃醋了？我才没有。爱上我了？爱上我那么丢人哦，那么难承认吗？我才没有爱上你，我只是。
觉得随便爱慕的男上床很不对。那怎么样爱慕是男人上床才对啊？要先和别人谈恋爱。对，要先谈恋爱。那要谈多久？要谈很久。很久。是多久？半年啊，八个月，不知道哎。反正要先谈恋爱，要先确定恋爱对方，对方很爱你，这样才能上床啊。